Hello，可不可爱？Hello，梧桐，怎么样？你事情还顺利吗？哎，还行，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。但是呢，怎么了？我其实不想挂电话。但是又怕打扰你睡觉，太难了。那这样吧，也给你个机会，我可以把你呢放在旁边，但是我先说好啊，我睡觉磨牙，而且可能还有点打呼噜，你别嫌弃我。没关系，无论你磨牙、打呼噜、干什么都行。我提前都要做好习惯的。梧桐，我睡了，晚安。帮我照顾好你的智障爸爸，嗯？我是智障是吧？好，那以后我就不照顾你了。让你陪我看你把屁股对着我，你就给我待一个晚上，跟我一块待一个晚上。哼。Friday。